你过来咩啊？无，一袋，一盒一袋，那可以两袋卖你六百，两袋卖六百就走路啊！你要知影外口行情，六百个买来无？最后剩两盒，我是卖了啊，我不敢骗你哦。来，好，谢谢，钱你也收起来。来，过来，你们吃啥物？我一桶可以啊，多少你我一桶可以了，你请我了，没啦没啦，你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啊，免个麻烦啦，免个麻烦啦。来，好啊，来。啊，这里面吃什么物件？我要。您过来要做点要吃什么？鲈鱼啊。鲑鱼啊。鲑鱼要无啊？哎，恁今仔拢点鲑鱼，咱阿妈搞食鳕鱼。今仔是啥物情形？逐个都买鲑鱼，买到剩一箱，啊，鲑鱼是讲剩四箱，炸五箱，我都剩四箱。鲑鱼上面吃五百了，好啦，五百块。大家。五百上面吃鲑鱼，五百块了。来五百上面吃鲑鱼的，五百了，五百块上面吃鲑鱼，扛肉鱼，哦，夭壽，你看这油花有水无？这就是油质啊。来五百了，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，你四袋你买袂着？五袋啦，五百了，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给你啊，四袋给你啊，四袋无够，这袋个煎来倒啊，好不好？一袋两袋啦，三袋给你啊，四袋给你啊，来五袋啊，五百了，一袋啊，两袋啊，三袋啊，来。来加一箱啊。所以说免费收起来了，那胶带卖鱼啊，拍摄广告呀，来。来五百个，最后一箱啊。来一箱。一包买来，就提钱用我了。哎，恁个人食不了，要200-300的哦。200-300有人要买吗？好，这箱长条，但人家店员人家讲无啊。细袋所以讲无。你手敢是细袋算利息的？我哪有抓？我哪无抓吧？我无大袋。细袋大袋有大袋个也是算利。来，我说这拢是新买啊。哎，这台要去骑啊坐，骑走好无？我不免坐，不免需要啊坐。骑来了啊！算利上面只五百了，算利上面只500块，500块。那时候台要骑这汤啊哪底卖下你啊？骑汤啊哪底啦？那下两三个用好啊。这一袋500，两袋500，来三袋卖你500，四袋卖你500，四袋无够，这大袋啦，五袋给你啦，五袋给你啦，500，其他先其他先弄好啦。来三袋啊！这500，两袋500，三袋啦，四袋啦，来五袋啊，500，一袋500，两袋三袋啊，四袋给你啊，四袋无够五袋啊，来500了啊，500够要吃蒜泥的无？一袋两袋啊，三袋给你啊，四袋给你啊，来五袋啊，吹啊送脚欢喜啊，是吧？什么呢？沙巴到要吃来沙巴，沙巴到要吃蒜泥，吃不了到要买沙巴。小家庭的沙巴到要吃，来吃。沙巴到要吃来沙巴，小家庭的买沙巴，两巴到要吃来两巴，沙巴两巴到要吃来两巴。这当红煎的嘛？这蒜泥啊，这当红煎的啊。你搞咩啊？哦，这就是两种煮啊，这红煎的较脆俩，蒜泥不是安尼俩，蒜泥无啥物味搞。有啦，嘿，无啦，咱俩水蒜你起来一袋退一班，啊，做生意做十几年，我一世人无你卖水蒜啦，嘿啦，蒜你着找我买就对个，咱无你咁骗的啦。老客哦，你去问我啊，才看偌济老客哦，你甲问看我敢是水蒜，你甲问，唔免问我。来，啊，恁过来做恁要食啥物物件啊？我感觉今仔人家遐无热情啊，咧是啊，啥物代志？恁是有啥物代志甲我讲啦？几块当当啊卖了俩，当啊一文钱就卖了俩。哎，恁两家是有啥拄着啥物代志？恁甲我讲，我开放恁听啦，莫安尼啦，拜托个啦，拜托个啦。恁阿拢无啥物插无，我袂介意安尼嘞。哎，你有啥物代志讲真个啦？是家庭未顺，还是安那？还是有拄着啥物状况？工作未顺，工作未顺，无变我帮你解大概有啥物代志无？拢无啥物代志啦，来，无啥物代志，我好好卖啊。来，叫人过看，这只鱼啊拢无饲哦。这只哦，你今仔日要整理一下啦，规个乱糟糟啊，鲑鱼迄箱啊，若是的，这只客人去看，你无在条位，这只内底创一支饲出来啦，陪你弄哦，塔做伙啊，咸鱼啊，塔起啦，嘿啊，空箱啊，来，这只叫花青啦，这野生的青麦，作青麦的花青啦，这规只无饲，你等下我来教咩做，一种料理对吧？你搞烧贝啊，落去打针啦，比啥物鳞鱼啊拢更好食，规只拢无饲啊，你要食花青的人家，我来讲啊，想要食新鲜新鲜的，姐，你今仔炸花青啦。知啊，食这青麦鱼啊，食这野生鱼啊，食这无饲的鱼啊，食这肉油的鱼啊，对咱人真正好啦，好不好？
全部招六个人客啦，好不好？六个客人丢钱就好了啦。哦，讲真正嘛一箱尔，恁抢一个人要买，我嘛是无法度啦。哦，这条鱼啊，比肉质啊好食，这大家通人知啦。这比肉质啊较甜啦，较油啦，拢无刺啊，再搁送你啊。肉质啊包落去油啊，再搁比肉质啊较油的啦，再搁淋啦，再搁来啊。全部招只七个平子，阿叔你确定一箱尔？一箱尔。哎呀，阿无安尼，一箱尔，少啊少人食啊，互恁食啊济啦，食啊欢喜啦，好无？感谢恁支持啊，落来再过来啊，再过来啊。金龙三四五六个人客，这盘你拢客动的，卖一千八百，唔免先客钱先赢。三百两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看你要对买，卖一只寸，一只寸金狗看你要对买，三百块，三百两，三百两，这箱是互恁送者。最后一个三百咩好咧？我咧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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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三个咩好咧？直接卖你金狗，互恁去食，食也可以。最后这两只百五无啊，算咩啊无啊？一百五再剩这两只算咩啊？是咧回头啊，帮我摆好一下，我食歹看。最后这个百五算咩只无啊？头前大哥咩？谢谢你。啊，七百多的，拄好七百贵，拄好。拢起来，拢起来，拢起来，别别别别别别！来来来，我来加杯，我开始加杯啊杯。啊，这话因讲哦，咱过年时啊，咱咧煮菜，哈。过年会煮一挂卤，煮一挂火锅，包括讲咱来牵一挂鸡。过年过节一定会煮着一几项物件，先啦，囡仔细节拢要当啊，阿爸阿母拢要当啊。好，咱一定会牵只鸡。阿红，你过来无？冲过，冲过，冲过，冲过。这啊，这就是煮鸡上好食。这啊，下次会做咩咩啊？三番五一咩啊？干哪要食这？我先甲恁请教者，你是厝捌煮过这手艺个？我甲恁教这咩啊用？足侪人袂晓用这啊。你捌煮过？过人捌煮过这无？你卖光伫我遮买，还是伫大卖场买？是全年买着这個，你有人买着这個？捌煮过你手起来，够人买？这足侪人袂晓煮这呢，足侪人煮哦。哎，头嘞，你迄个若煮汤来，要怎规样救伊啦？这加减一定会救，你不管一对一头尾拢同款。我甲恁教这咩煮？我甲恁讲一个，恁就听哦。你有发觉讲，咱来食板豆，你知？尤其在咱庄家所在，咱来去食路边摊大爆棚的迄条板豆，你知无？伊若鸡见面一个鸡安尼有无？一个鸡安尼捧出来，你有发觉讲，伊遐飞机啊，包括遐即落物件，包括一寡虾啊，啥拢会压伫迄个鸡的正中，然后甲你压一杯大杯盐水。甲人知是啥物原因无？足侪人唔知啊，即样煮这条美甲啊，即个物件拢是当的。我来讲，你牵一个鸡对无？比如你牵一个鸡，还是煮一个火锅煮好啊对无？即个物件最强的，加落去当听，透气，水甲开落，离水离离的哦，即叫冰水嘛。水离离的了，用一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物，你过水的有无？甲下落即个鸡顶关系，我切一下安尼落啊，即切一下就熟啊。好啊，然后甲切好了熟啊了，你拄啊甲压伫你的鸡，还是你的火锅顶关？啊，安尼了解无？足侪人袂晓煮这啊。来，你要食的人家卖五百、四百，来要食这三百外落啊。这两包你三百块落，这四包你三百，上面一个四包啊，简单煮啊，煮卤、煮火锅拢会上三百，上面一个三百块，人要吃无？阿公你炸只尔哦。哎，加油！来，我来讲啊，全部金龙三四五个人客，萝卜糕我还给去啊。全部招只五个人客，一人给四包冻啊，你先给钱的先摇，两百落，来两百块就好了，两百块落。来两百上面一个，迄、那个血管肉两百块，啊无安尼咯。既然介绍我这也卖无半个嘛未使啊。来啦，我唔卖卖安尼啦，五百给你啊，两百上面一个两百块，血管肉两百咯。来收起。大家，包鱼嘛卖啊。收起收起。那介绍我这现在卖五百，佫无人要买就是啊。收起收起，这拢卖四包啦，给一包恁啦。来啦，包鱼啊，包鱼佫啥？包鱼佫啥？包鱼佫萝卜干拢给起啦。有。萝卜糕拢无啊！你要几分？四分啊！咧四包啊，不是四分啊，四包无啊！我四包拢我哩三包收台，创好平价价啊！你买三斤买啊？过年到啊，猛抢啊！现在货是有减吗？来，一个客人啊，平平，货敢有减吗？无啊，感觉货足少的。哎，你后来要食这个包肉贡丸，五个人加升加升赢一百了，包肉贡丸一百。包肉贡丸一百上面吃，赚了吃啦！你要创好平啊，价格啊，你是无影响啊。一百上面吃，一百个有要下无？包肉贡丸一百。一百个有人要吃，迄个包肉贡丸就一包。吃。无。葱抓饼这一包八块，手工来做，想要吃卖三百二啊，我这一包八块两百了。大家。等嘞，一包个送你啊，两百块就好了，欢喜就好了。来，两百个有要吃葱抓饼的无？两百块。这一包八块，一块剩三，这外口八块就二啊四啊，我卖两百了，你要创啥？哦，自取啊，自取啊，自取你去用啊。
一百块你来创阿大，我来创作饼干不吃，赞啊！手工那个不好吃，你无创作饼人吃咧，你也记来做，袂吃是。你有听到无？我来讲，啊，什么？鲑鱼我来话，我来创作饼手工啊，恁无买人家，你有我一个机会，这是第五啊，你甲卡两样两个嘛，豆饼甲豆鱼糕，全部四个饼钱一百咯，来一百块试试看看手工的迄个创作饼一百块。你买一包，你买一包，等我试一下看看，我袂甲恁骗。这阿姊也买着，敢若俄罗斯呢？我袂甲恁骗。一包够要吃无？葱抓饼。豆油粿，迄毛迄度。咱如果豆油粿，是讲咱如果胡椒粉拢会当，一百块。食无了过期，会当甲敷面膜拢会当。有诶，顶顶年节阿送阿我买讲三年啊，伫冰箱烧着一包。我讲阿姨无要紧，迄免，伊伫遐足艰苦诶。我阿弟啊，我甲伊买包下三年，我拢唔知影，下甲害。我讲无要紧，你甲放开，只挂两个口口敷面膜拢会当。伊皮肤就老，皮肤较无，咱来敷面膜拢 OK。这一百块要吃的无？啊，那偌济？好啊，但是你个收起来。过来，你要吃啥物？唐扬鸡伫对。鲍鱼啊。唐扬鸡伫只鲍鱼，我随个买好无？白带恁敢有要吃？恁敢有要吃白带鱼？唐扬鸡你要吃拢无啊？你钱起来几嘞？你要几包？唐扬鸡要几包？两包啊！安尼感谢你没有了。这唐扬鸡几块？这几包拢鸡腿包，这一包我只用五包，我还剩四包，一包搁送你四包呢。最后三包有了没有？两包没有了，这是三包也无啊，你才三个啊。三个啊。三个啊。恁两个刚好做伙，无安尼无啊，三包拄好。一二三啊，一二三啊，来看。啊，我去包鱼家去啊，我大哥讲过年时啊，我要食只鲍鱼好过年。恁家人要食这个花枝月亮虾饼无？这顿个真正就足好食啊！吼，这内底规个拢虾啊，甲飞机，这餐厅一碟只要280，这两。